其实吧，它不只是一种理论，一种道理。所有的佛法的理论呢，终归都要到落实到心行上，它才能产生作用。才能发挥出它的力量。那如何落实到心行上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们呢这个佛教界普遍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严重的问题就是觉与修的脱节，很多佛学里出来的学生啊，普遍是能说不能行，高不成低不就，说起来呢。夸夸其谈，做起来呢，一无是处。别人是一方面在理论的学习上，学的不深刻；另外一方面呢，不懂得这些道理啊，怎么运用。如何落实到心行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是佛教界的悲哀。道理懂得不少，但是就是修不起来。理论是理论，做人是做人。两码事，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想修行，就是专门修行，不学道理，盲修瞎练，所以造成呢。整个佛教界啊，的现状是学与修的对立，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那么，如何把学到的这个理论啊，落实到心情上啊？其实这是非常的关键，这也是我们学佛修行啊，必须要完成的，必须要去做的。那么这个道次第论呢，它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套路，一个规范，就是指导我们如何把我们学的教法落实到心情上，如何去落实。那么具体体现在道次第论里边呢，就是在任何修法这一部分里边啊的建造，就是修法，它就是一个修行的建造。我们学习整个道次第，从一止法开始，接下来。想法，是为想法，想法人生的度，想法地大难得。再接下来，念死无常，念三恶道苦，皈依三宝，身心业果，一直到发菩提心，每一个法
都要如果知道关于劣势修法的这一部分里边，都是要落实到劣势修法和建造的这个修行啊这个套路里边。所以劣势修法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它不只是为弟子法而设，它是为整个道次第论是设的。我们讲到这个劣势修法，它只有分为四块，这个四块呢，就是前行，就是家庭，家庭又称为前行，正行，第二是正行，第三是结行，第四是位置中间。在没有这个时候，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我们看到这个套路是不是很平凡？是不是说唯有修学佛法才需要这样一个套路？还是做世间上的任何一件事情啊，要做好的话，都需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呢？啊？事实上，世间上任何一件事情啊，要做好，它都要有这样的几个步骤：前行、正行，正行就是正式开始做，然后结行，完结了之后，它应该有一个特殊的表现。那最后呢，就是位置中间，就平时没有修的时候，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所以这个套路啊，它不仅仅是做世间上的任何一件事情要做好的话，都不能离开这个四个步骤。就是不仅仅是修学这个律师法，同时它也是修学整个道次第论。应该是有的，这个不知道。不只是修学道次第论，世间上任何一件事情要做好的话，都离不开事情的准备、正式，然后完结，然后平时的准备，平时的这个要做的一些这个准备工作。所以这个建造呢是非常合理的。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的家庭，这一部分内容，六种家庭，这是我们每修一个法之前，我们应该要做的准备，就是要先要打扫卫生，要穿上一身比较庄严的佛像，就是在帮助我们营造一个氛围。然后呢，穿上供养，那接下来第三步呢，就是要皈发心，皈呢。要明心，这个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皈依，也就是了解皈依的心，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不了解自己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发起这种猛烈的自诚的皈依之心，也就是要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
我们的父亲是在轮回中，唯有三宝啊，才能救护，才可以作为我们真正的救护。这个我们需要很清楚，我们经常都要这样想，否则我们就很容易落入一种自以为是，或者呢，我们就很容易落入一种世俗的追逐中。那么这个归，一个是归一个因，一个是归一个境，这个归一个境呢，尤其在修一时法里边，大概应该是要以这个善知啊为核心，然后在观想呢，稍微还有历代祖师，比如我们的道次第啊，道次第的僧管两派的传承诸师，然后再稍微呢还有十方诸佛菩萨。然后我们所要做的，在这个观想中所要完成的，就是，因为这个规定啊，我们如果要观想太多菩萨的话，会觉得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就会可以把这些历代祖师啊，都把它融入到这个善知的这个境界里面去，然后再把十方诸佛菩萨的一切功德啊，也融入到这个善知的这个境界里面去，然后把这个境界啊给淡化了，把它虚化了，然后对这个具足一切功德的这个思想、身体、自成的皈依之心。那皈依这个资粮田啊，也可以是这么这个资粮田啊。也大概也可以这样一种方式，当然我们这个皈依的这个境界啊，也不一定会要善知，或者我们观一尊本尊啊，某一个佛菩萨，我们觉得比较容易观察呀，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所以一个是皈依，一个是发心，一个是发心。发心呢，主要以这个自无量心啊，就是知对知识，对有情身体平等心，对一切有情啊身体慈心，慈无量心，悲无量心，慈无量心就是要给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在需要快乐，我们给他快乐，一切众生啊，六道轮回的一切众生啊，都在痛苦中。我们发心要把他们从痛苦里边啊拯救出来，那么在以这是给一些众生发心，要对众生啊升起这样一种自无量心，然后就是修这个即知进藏，面对着这个资粮田啊，来积累资粮，忏悔业障。这个积累资粮和忏悔业障呢，在这个藏传佛教里边，他们的释迦群里边啊，也有他们一些特殊的做法，比如像这个忏除业障啊，我们念金刚萨埵，像他们科大佛寺上，除了皈依以外，也有忏，也有进藏的效果。磕大头，每天磕个100拜呀，200拜呀。那积累资粮呢？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普贤的七支经验。那么在藏传佛教里边啊，他们也修曼达。这个曼达其实就是从七支经验的这种观想而来的。我们讲自己经验的观想啊，就是要把我们所供的供品啊，香花跟烛火啊，把它观想成无量，净虚空遍法界。那修曼达呢？这个曼达它也是一个图案啊，这个图案就是一个世界的照照图，这个整个宇
宙啊，整个世界的构造图啊，然后把你的供养的东西放在这上面，摆在这上面，那也就是观想你所供养的东西啊，遍满了整个世界。只要我们拿了一张世界的地图，然后呢来做观想，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地图上放上一块苹果，我们就观想这个苹果啊，它就这个整个遍及整个世界。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要观想的当然是不是一个世界了，一个世界还很小哦。我们要观想的是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要观想的是十方的无量无边的世界。我们可以拿一张宇宙图啊，宇宙乾坤图啊，然后我们在上面放一个东西，放香啊、花啊、灯啊，我们就观想着我们所供养的这个供品啊，它就是遍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了。当我们做这样观想的时候，我们的供养是无限的，我们的心也是无限的，那么我们成就的功德啊也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普贤行愿啊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的修行中，积累资粮，忏悔业障，都需要通过这种观想来完成。因为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无限的这样一种观修啊，我们才有可能呢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圆满啊成佛的资粮。否则如果说你一点一点的去做，没有这样一种观想啊，用我们有限的凡夫心去做啊，你要积累，你要圆满佛果的资粮啊，那是很难。不要伴随着观想。那么这一部分就是前行。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正行。正行实性如何？我们看书上。本修道者，即善所言，如意而能尽心安住之谓也。若以所言随意修习，即自己所想之数目以自己而修者，从初即养成任意之习惯，将是一次之善行无成，反成有过。故最初无论修习何种所言，定决定其数目。这里接下来呢，就是讲的正行。这个正行的内容是什么呢？正行的内容啊，这个修行，当然我们可以说修行啊，法门很多啊。八万四千法门啊，用我们的道次第论来说，那修一止法，修念死无常，念三二道苦，归发菩提心，还有修这些啊，就是道止观啊，都是属于正行的内容。像我们平常比如说修念佛啊，都是属于就是关于佛教里面讲的正行的内容啊，非常的多。就是各个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正行，但所有的正行啊，他不外乎他所要修的核心的内容，不外乎是什么？不外乎就是止和观，就是不外乎就是止和观。所以正行的内容不外乎是止和观。
你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事实上他所做的都是一种止和观的，都是在修止和修观。那么这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很重要的。第一句话，所谓修道者，什么叫修道？即以上所言，如意而能令心安住之谓也。修道是什么意思呢？修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善所言，以善所言，所言有很多啊。在我们凡夫的世界里边，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一方面呢，我们的心是很复杂的，我们的心灵世界是很复杂，就是我们凡夫的心情差别。是很复杂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心，在我们无尽生命的延续的过程中啊，我们形成各种各样的心，像佛教里面讲的白法，讲的这个五十一种心所啊，它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不同的心，比如我们有平时啊一些正常的一些普遍的心理，然后呢，我们还有各种烦恼，贪嗔痴慢疑，有根本烦恼，有随烦恼。那么当然，我们除了烦恼之外，我们还有善的心理，有善的心理，有不善的心理。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心理活动。每一种心理呢，就像一个电视频道一样，每一种心理啊，就像一个电视频道一样，你高兴了之后，和你不高兴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心理是不一样的。你觉得很成功的时候，等你受到挫折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你被人恭维的时候和被人诽谤的时候，你的心理是不一样的。你觉得很充实的时候和觉得你很空虚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你自卑的时候和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这些心理都是不一样的。当你进入每一种心理状态的时候啊，你的生命呈现出的状态呀、是不同的。就像现在的电视啊，有很多频道，有的有几十个频道啊。甚至有上百个频道，那么每一个频道呢，都有相应的内容，是吧？每一个电视台呀、电视频道啊，都有相应的内容。同样呢，我们的每一个心、每一个心理啊，它都有相应的所缘性。比如说一个人自卑，自卑的所缘境是什么呢？他的前提可能是老受到一些挫折啊，然后想到一些自己的短处，那么自己的短处就是自己产生自卑的所缘境。那自大呢？那可能就是这个所缘境就是自己的残酷。所以每一种心理啊，
它都有相应的所缘性，都有相应的所缘性。这个所缘的境界和我们的这个心的每一种因素啊，它是配套的，什么样的心就会有什么样的所缘性，就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所缘性，什么样的所缘性啊，它就会引发引你的什么样的心理活动。你想到一件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你一个人坐在那里，当你想到一件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偷偷的就乐了，偷偷的在那里开心啊。然后呢，过一会儿你又想起了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啊，你在那里就会愁眉苦脸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看到你的一个好朋友啊，你一下子就高兴起来了，那种跟你这个朋友的所有的感情啊，他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你看到一个潮人啊，那你马上呢，你的那种嗔恨心啊，他就升起了。所以有什么样的境界啊，有怎么样的所缘性？当然，这个所缘性有两种，一种就是意向性的，一种呢就是已经表现成一种现实性的。但是都是所缘性，不管是你想到的影像也好，还是现实中你面对的哪一个实际的人也好，其实他对你的作用是一样的，他对你的伤害呀、啊。或者给你带来的开心啊，完全是一样的。那么同样的，我们也会因为有不同的心理的联系啊，这种心就会带着我们去追逐不同的境界。比如喜欢钱的人，对财很贪的人，他就会想办法的去，这个心啊，他就会带着你去寻找这个逃票的这个所缘性，是吧？如果一个喜欢权力的人啊，这种对权力的这种贪着的这个念头啊，他就会带着你去寻找权力。那么如果对女色贪着的人啊，那么这一念对女色的贪着，这一念妄心啊，他就会带着你去寻找你所中意的这个女孩子。那同样的，比如说你对哪一个人很嗔恨心，那么这一念嗔恨心啊，他可能会带着你去报仇。你看那个武侠小说里边那个金庸呢，那些人有了一生就是被一个嗔恨心给主宰的，不能自己，一生都是为了这些念头，一生都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他的一生啊，都是活在这一念报仇的心理里边，没有办法从这一念报仇的心理里边走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心理的世界是很有意思啊。心跟性是一还是二呢？这是一个东西。每一个经验里边，它都蕴含着相应的境界。比如说我看你哪一个人很不顺眼。是不是这个人就是讨厌呢？那毕竟人家其他人看他顺眼的很呢，是不是啊？情人眼里什么？出自己之手。这是为什么啊？
就是因为这是唯心所造嘛，这就是唯心所造的道理嘛，是不是？我看你很顺眼，是因为我把我的这一个审美的影像投射到你的身上，然后我去执着我所投射的这个影像，是不是？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知道吧？你所喜欢你所讨厌的事实上都是你自己投射出来的影像，其实你执着的是你投射的影像，不是别的东西的。你看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哎，这个地方呢他可能过去待过有感情啊，他那里看到一草一木啊，他都会产生无限的感慨。所以感慨从哪里来的？那就是他逃的，他逃的那些影像，然后他在不断的追忆他自己的东西。可是换一个人，他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一点感觉都没有，他看到的时候很平凡。所以人活在哪里啊？人不是活在世界上，我告诉你们，人是活在自己的内心里。一切唯心造啊。所以每一种心啊，它都是有相应的所缘。那么这种相应的所缘性和我们的内心啊，它是会互相影响的，它是会互相影响的。有时候是心生得种种法生，就是有你的妄想。妄想把它假定出来，那就是你的世界。哎，那画画的人把他的妄想画出来，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哎，我说你的妄想很精致啊，我说你的妄想打得很有水平哦，啊，那无非就是这样子，有的人妄想打得精致一点，有的人妄想打得粗糙一点，有的人妄想造过信念，有的人妄想没有造过信念，啊，有的人妄想打得有水平一些，有的人妄想打得没有水平一些，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妄想的世界。除了妄想以外，还有什么呢？所以不同的心就会有不同的妄想，不同的妄想就会呈现出不同的世界。有文学家把他的妄想写成文学作品，艺术家把他的妄想呢表现成画画啊，各种各样的雕刻啊作品啊。你看建筑师把他的妄想呢表现成一栋一栋的楼房，是不是啊？所以这叫这个佛教讲的唯心所造，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境由心造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心随境转，心啊，同时就是随着境界所转。因为我们自己啊造出来这个境界，我们会去执着它，哎，我们会去执着它。而我们对于自己的，不是自己造的，跟我们的审美的这个妄想啊，不符合的，我们会讨厌它。所以不管顺的境还是逆的境啊，都会影响我们。但是还有一些境界呢，我们可能不是很有感觉，那对我们影响啊，就会比较小一点。那个究竟观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这个内心的原理。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个内心的原理啊，我们修止观就会容易了，就会知道应该怎么修了。为什么要修止观呢？因为我们过去讲止观啊，很少去注意这些方面。为什么要修止观？止观究竟要做的是什么事？凡夫的，在凡夫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心很静啊，我们的心是极不稳定的。我们的心啊是极不稳定的，这个不稳定的心啊，
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心念无常，因为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们的心是一个妄想心，它是一个缘起的产物。那么缘起呢，就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呢，它就是一种这个它要变化。这个变化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环境啊，它是千差万别。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内心的世界里面，我们有太多的心，每一个心啊，当然这个当然每一种心啊，它的力量是有大小的，有的心的力量啊可能会比较强，有的心的力量啊可能会比较弱，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要关照一下自己的心，我们究竟哪一种心的力量比较强？比如有的人可能嗔恨心的力量特别强。有的人可能贪心的力量特别强，有的人可能嫉妒心的力量特别强，是不是这样子？哎，但是并不是说你就是这种心，你虽然你这种心的力量很强啊，但是这种嫉妒心的身体它就要有条件，你总不能莫名其妙的嫉妒吧？没有任何的对象你就嫉妒了。没有任何你可以贪和东西的时候，你能不能升起贪心呢？人家任何人没有伤害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升起嗔恨心呢？一般来说是不会的，除非这个人他这个念头啊力量太大了，自己啊，他可以制造这种毕竟啊。所以呢，这个心啊，心念是无常的。那么在这个无常的心里边啊，我们人是不能自己，人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心，所以就像我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快乐和痛苦一样。当你快乐的时候，你心花怒放的时候，不是你想快乐才能快乐的起来。当你痛苦的时候啊，这种痛苦的这种情绪啊，它主宰着你，它的力量很强大。这种情绪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延续一天、两天、三天，可能会延续20天、30天，甚至50天。当一种力量很强的时候，它就会强烈主宰着你的心，你的心根本就没有办法从这里面走出来了。那同样的，有的人可能被贪心所主宰，有的人可能被嗔恨心所主宰，那么就会造各种业，就会造各种各样的恶业。所以人啊，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灵世界，它就是这么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主宰它，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主宰我们自己的心。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主宰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就没有办法主宰我们自己的命运。那么如果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幸福啊，我们要主宰我们自己的命运啊，我们必须要训练我们的心。因为所有的幸福啊，幸福它是一种感觉，所有的快乐呢，也是建立在心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要把握自己的幸福，我们就要训练自己的心，我们就需要训练自己的心，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哪一些心能给我们带来快乐，是我们需要的哪一些心啊，它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它会给我们不断的制造麻烦，是我们不需要的。那我们所有的修行，我们所要做的无非就是张扬我们所需要的这种心，而扬弃我们所不需要的那些心，也就是我们需要训练张扬我们所需要的心理力量。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就是一个修止观的过程。那这里讲，所以修道的基于善所言，我们要赞扬我们的善心，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心理的原理是什么。心的原理啊，我们凡夫的心的特点是什么？是心随性转。我们如果要引发我们生命中的善心啊，赞扬我们生命中的善心啊，那么我们就要去寻找一个善的所缘。在这种善的所缘出现的时候啊，我们的善心啊自然也就升起了。就像我们讲到的，光面对着佛菩萨啊，面对着高僧大德啊，我们自然就很容易升起善心。我们听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做了多少多少好事啊，这个善人善事啊，我们就容易引发善心。那反过来说，面对另外一些境界啊，我们可能会升起恶心，就是不善的所缘。如果面对不善的所缘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啊，就是每天在谈着应该怎么样去偷啊，怎么样去抢啊。这个社会呢，这个风气不好，这个社会啊，现在没什么道德准则啊，你说善啊，因果没有什么因果啊，你这道理听多了，这样的所缘境界接触多了，它就会引发你的不善心，它就会引发你的不善心。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要成就我们的善心啊，那么我们就要去寻找一种善的所缘。什么叫所缘呢？言就是所认识的境界，比如我现在借的这本书就是我的所言，就是认识对象啊。这个佛教里面讲有四种言啊，四言真诸法。这个四言四种言是什么？是因言，还有什么言啊？等无间言。所言言，真善言，就是因言，因言就是一些法，这身体的都有它的因，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言。真善言，真善言就是凡是对这个事物的产生，能够产生正面的影响，都是真善，真善言。那么所言言呢，是所言言和等无间言啊，它主要指的是心法。那这个道理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行，这个没关系。所言言就是每一种心理的活动啊，它必须都要有一个相应的对象，它才能引发这个心的活动。所以要有所言。那所言就是有善的所言，有不善的所言。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引发这个善心啊，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善的所缘，寻找一个善的所缘。那我们现在到这个里面所讲的，比如一指法，这个一指法的所缘对象是什么？这个所缘对象就是善知，就是施展。那施展呢？作为施展来说，它的本身，它的身上可能会有存在除了优点以外啊，还有可能还有缺点，是不是？那么我们在修这个一指法的过程中啊，我们要念这个前面说的有两点，一个就是信心为本，念恩生信，也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意念这个善知的它的功德。所以这个所言，如果从一指法来说，精确的来说，它应该是指善知的功德。那我们如果下面说到，比如念死无常啊，那就是对它的所言就是死，就是观察死，从这个角度来思维死。念三恶道苦呢，那么它的所言啊，就是三恶道众生的苦，所以都有一个所言。每修一个法，它都有一个所缘。比如修初级观的人，他的所缘性就是呼吸，观自己的呼吸。
乃修念阿弥陀佛的人，他的所缘境啊，那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诵经有没有所缘境啊？有没有啊？有。那我们诵的经典就是所缘境。我们拜佛，这个佛菩萨的功德就是所缘境，对吧？所以任何修行啊，它都有一个所缘。那这个所缘，它自己是善的所缘，而不是不善的所缘。如意而能令心安住之谓也。如意就是如我们的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就是把我的心啊安住在这个所缘上，就是把我们的心啊安住在这个所缘上。那要把这个心安住在这个所缘上，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哎，因为我们一个人，我们的心里边啊，我们的心念是无常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也都会有自己啊执着的一些东西，但是这种执着的东西啊，比如有的人喜欢钱，有的人喜欢色，有的人喜欢权力，哎，有的人可能喜欢亲近的寺庙环境，有的人可能对某一个人特别有感情。如果从轮回的眼光来看，事实上我们每一种对所缘境的执着啊，它都是长时间培养起来的。因为生命是无尽的积累，你现有的心情啊，是你无始以来的一种积淀，而不是你现在才开始。你喜欢一个人，你不是这一生你才开始的。你讨厌一个人啊，也可能也不是从现在就开始的，在过去生中啊，比如说你随便看到一个人，你就看得不顺眼，你跟他也不熟悉，但你看得又不顺眼。有的人你一看啊，就很欢喜，就是一种缘分。这个缘分呢，它是代表着你的过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积累。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种执着，它都是长时间养成的。而对我们，那我们现在学佛修行啊，修行啊，我们就是要培养，就是要把心啊安住在一个特定的对象上。那么这个是要通过训练的，这是要通过训练的。比如说我们说一指法来说，这个一指法呢，就是要四时如佛，哎，观心染的功德。那这个过程，它跟我们凡夫人的习惯很不同。为什么不同？首先，当你选择一个思想之后，就是你要对这个思想啊升起恭敬心啊，你要对这个思想升起恭敬心啊。但是如果在我们凡夫心里边呢，我们的习惯是。我们的习惯并不是这样子的，尤其我们现在所受到的教育的习惯，我们很难对老师身体恭敬，这跟我们的习惯不符合，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的习惯是我们比较容易去看别人的缺点，不容易去看别人的优点。我们要摆脱这两种习惯，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两种习惯的话，那这个思想对我们不会有多大的作用。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要改变自己的习惯，我们就要进行观修，我们就要进行观修啊。这个观修是什么呢？观察修啊，观察修是干什么呢？那我告诉大家，就是调整我们的心。
观修的过程就是调整我们心的过程。从这种不恭敬、无所谓，调整到从对这个思想上不恭敬、无所谓，调整到恭敬，非常的珍惜。从不恭敬、无所谓，调整到恭敬、珍惜。那么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啊？不恭敬的心转化成恭敬的心啊？是不是啊？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其实呢，恭敬是一种心理，不恭敬也是一种心理，它都代表着我们生命中的两种不同的力量。珍惜，它是我们一种心理力量。不珍惜啊，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心理力量，知道吧？因为我们生命中本来就有恭敬的心和不恭敬的心，有珍惜的心和不珍惜的心。那么现在因为错误的观念啊，使我们的生命中呈现出作用的是不珍惜和不恭敬的这种心。那我们现在通过修观的过程呢，我们所需要做的在不断的观修。因为我们为什么不恭敬，为什么会不珍惜？我们觉得这个善知嘛，哎，思想嘛，跟我也是一样的，他缺点也很多啊。那么因为我们是沿着是这样的一种火缘境界，但是沿着这样的一种火缘境界的时候啊，它引发了一种心理，就是不恭敬，就是不珍惜。那我们现在不断的意念思想的功德啊，事事如佛啊，在这个意念思想的功德的过程中呢，它就会引发我们另外一种心理，那就是恭敬的心理，那就是珍惜的心理。就是我们意念到这个思想对我们在修学佛法中它具有多大多大的作用呢、啊、在这个过程中它就引发了我们的恭敬的心理。所以这里就说，其实不是把这个不恭敬的心转化成恭敬的心，不是的，而是引发恭敬心，然后让这个不恭敬的心啊自己作用的。其实它是两种心，不恭敬的心是没有办法转化成恭敬的心的，因为不恭敬是一种心，恭敬也是一种心，是不是这样子的？啊？什么东西啊？用恭敬的心去代替不恭敬的心，就是这个意思。那因为这个是所缘的境界不同啊，用珍惜的心去代替不珍惜的心，不是把不珍惜的心转成珍惜的心，不珍惜的心是没有办法转成不珍惜的心的，不恭敬的心其实也没有办法转成恭敬的心的。因为这是两种心理啊，两种心理因素啊。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观修的过程中啊，就是你不断的意念思想的功德，不断的意念思想的功德，不断的意念思想的功德啊，意念到后来啊，直到把这个恭敬和珍惜的这一份心啊，一下子所调动起来的，那你的意思吧，就修成功了。简单不简单？这就是观，意为什么观啊？那什么叫止呢？止就是安，然后你的心啊，长时间呢就是安住在这个恭敬和珍惜的这个份上，这就是止啊。止就是一种安住，安住修，那你就不需要做什么了。因为如果你已经能够做到这些思想，只要一想起思想的名字，一想起这个善知，法师的名字。或者你一见到这个人，你这种恭敬和珍惜之心就升起来了。但你如果随时都能升起啊，那你的意识法就修好了。如果呢，你修不起来的时候，你这种心又没有了，过了一段时间啊，你这恭敬心又没了，你的珍惜心又没有了，那你要再开始修。
所以就是一个就是官，一个是子，子就是把心安在上面。其实我们世界上的人做事也包含着子官，是不是啊？世界上在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子官，这个人一定是一无所成。你读书，读书啊，当今天读嘛，就是一种子嘛。官呢，就是你认识到这个读书对你将来的成长啊，对你将来啊的人生啊有多大的重要性？你觉得你读好啊，读好这个学位啊，对你将来啊都有多大？这个过程就包含着子官，只不过是因果不同，不同的因啊会有不同的结果。你说那些体育健将，打乒乓球的、打网球的、跳水的，还是赛跑的，他也要有主观的经验啊，他要找一下官，他要认识到这个人，他搞这个运动啊，对他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啊，有多么多么重要，他觉得这个做这个有多大多大的意义。是吧？这个他肯定要认识到，然后认识到了之后呢，是就要专心的去做，你不能三心两意的，三心二意，一会儿做一会儿不做。那运动员的所有的训练啊，他就是一个对这个他做的这个内容的一个熟悉的过程啊。跳水他要天天跳。打乒乓球的天天的打，你看就那个球啊，就没有没了的打。那个跳水的人呢，那几个动作啊，天天训练，这个训练的过程啊，就是一个熟悉的过程。那动作还有一个到位的问题啊，是不是？比如说他打乒乓球的人，他怎么样打这个动作才能比较到位，比较规范？打网球的人他应该怎么拍怎么打，怎么挥起来呀，怎么往前打，他有他的规范动作。那任何一个体育项目他都有一个他的规范动作。那在打的过程中呢，就是说这个运动员啊，一方面他主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训练，就是要通过这种观察修啊，来训练，来这个帮他调整到准确的动作啊，就是这个准确动作的活得啊，它就是一个观察修的过程，就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你看怎么样才标准，怎么样才能够发挥到最高的？就是我们作为我们的身体来说啊，怎么样才能够发挥到它的最大的限度？把他的这种能量啊，能够最大的发挥出来，那他要不断动脑筋啊。然后呢，他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当他想好了之后，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要开始训练了，熟悉式的训练。所以一个是调整式的训练，一个是熟悉式的训练。观就是调整式的训练，只能是熟悉式的训练。观就是调整，就是帮助我们调整的训练，调整心情的训练。子呢，就是熟悉。子的过程就是安住。那你在熟悉的过程中呢，也可能你不小心又偏离了。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有很多不良习惯嘛，所以你又要进入这种观的这种调整。所以每一种心情的过程中，只要做的无非就是止观，你调整正确的，然后再反过来又观，你观这种你的所缘境。所以观跟止的差别是什么？有分别一心为观，无分别一心为止。观是有分别的，止是没有分别的。观就是要思维，它因为它是一个调整啊，它还没有确定啊，所以你要动脑筋啊，你要用心啊。那子呢，你已经确定了，
所以你不要动脑，你一定要安静在这里就行哎。因为止它是代表了我们心一种心理状态，你只要安静在这个状态，处理这个状态，那你就成功了。所以我们结合道次第二每一个法来修行，它也是这样子的。像我们讲的一指法，它就在调整到中性心、真实心，然后止呢就是安住在这种恭敬心、真实心，然后在我们这个一直暂时的过程中呢，防护心来了，就是对思想啊、身体行过之心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再观，再不断的再去强化意念、思想的功德，然后再把心啊调到这个恭敬心、真实心。所以修行是什么呢？修行就是一种对心的训练，就是对心的训练。止观就是心，反正我们训练心，